其實我覺得可能做一個 我之前咧就比較個心態未 ready 嘅，咁我依家開始沉澱咗同埋反省咗之後，我都覺得其實做一個藝人咧，有好同有壞嘅 comment 係好正常嘅，最緊要係自己識得去面對啫，係啊。但係咁樣其實係喎，佢唔係一啲善意嘅，為咗錢，佢係有動機而去成，即係已經係有個目標去追擊你。咁都冇辦法啦，係咁其實都係距離嘅啫，嚟嚟去去都係距離嘅，咁都我覺得自己放低咗就冇嘢啦。打開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撳下邊零一 TV 粒掣，再撳上邊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